开了，欸，我们现在刚好像危险了，对啊，然后头头低低的，对啊，我们要准备玩，对啊，都不知道在玩什么，我要玩大地游戏啊，哎呀，那个不是通常来到一个新环境。要大地游戏，然后你刚刚说西环境，跟《甄嬛传》一样吗？西环境啊，西游记，我刚刚想起来，我刚刚前面不是说观众最喜欢抓我们错字，再来是英文，第二个喜欢抓的就是语病，还好语病，我觉得是你们最爱抓，好不好？你们调调真好笑，嗯，对啊。好啦，我们今天久违的 bingo， 八点六，我请小李唱一下主题曲啊。对啊，bingo 八点六，有这种歌吗？有，那小雨专属的，对，这是小雨专属的歌。你知道小雨很猛哎、欸，他之前四级是一打八，然后他只要做三个就赢，他还可以做到两个哎、欸，好猛，差点输哎。对啊，我们差点输了。我们这次可以看冰果王对上冰果女王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。上次冰果王是团团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有个真正秋风是第一届冰果王。对啊，真正我什么时候有参加过冰果？要看是两年前了吧？一届吗？一年多吧，一年多差不多。可见我一年多没玩了。哇，不过可以啦，几场暖身应该你就感觉就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啦，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知道现在那个西瓜可以用红色羊毛跟绿色羊毛做出来吗？我是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在盖什么东西啦。我觉得你们有人是不是被杠杠附身了？分组，分组，分组了，分组了，这边抽，从大队长开始吧。Oh, 大队长影月，完全没有你讲的意思。然后副队长影月，红色，英国女王会是哪一队？蓝色，对，英国女王，红色，粉团，是不是有两个颜色啊？对啊，怎么两个？哎，剩下都青的，剩下都黄的，剩下都黄的，你们抽去黄的啦。啊，那个，等一下，砖头记得拿回来放哈。好，回收，还要缴回哦，没有。现在这个社会要讲求环保，对，一千块可以买多少砖头？整斤背可能会塞爆。我也觉得，好啦，这张图可以吗？还是要换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右上角很棒。我们是动物园哎，要死掉！不做。玩什么模式？玩什么模式？嘿，哎，对，要锁一下那，要锁一下这边的吗？独占模式吗？我们玩都要锁一下，我们先不要独占好了啦，先不要独占。你要开夜市吗？对啊，夜市开一下，夜市开一下。章鱼烧啊，章鱼烧。对啊，他是说夜市，然后。买个章鱼烧。然后买鸡排一份，鸡排一份，鸡排一份。冰果哥哪里来？第二届冰果大赛吧。好，所以都开好了吗？那开好我们就这张图吧。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一次的模式。对啊，解释一下。哎、欸，刚刚是谁开的、啊？我不是我开的。开的，没有人去开夜市，没有其他的效果。这一次只有夜市，然后剩下的都没有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可以重复做这样。可以重复做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几条线会赢？几条线会赢？一条啊。一条就赢了，对，我记得一条就赢了。对，冰果好像都冰果是一条啊，对啊，好快好快！哇，你多久没玩了？我好久没玩了。他只有锁住的情况，没有办法一条会要独占是七分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人比较多，就分通话吧。来，分。哎，我们是哪一啊？他们两个，哎，两个下去耶！我不用弄，耶！哎，不走，我不走，不走了，赶快下去！我们这里，我们不走，下去了，快点！喵，下去了，喵，你干嘛下去？你为什么下来？我刚才想说你们干嘛不下来？我刚想说霸占上面的，对呀。
然后我刚才意识到原来我跟喵哈一对，我刚才那边喊就说喵都下去，你们快下去啦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嗯，好啊，不用动。浅精华，一个搞不清楚方向。你看一下哦，有，他们都分好了。嗯，那就是这一张哦。对啊，就这个啊，我打字一下。嗯，咦。蘑菇汤画框砂糖没有二零啊，花盆书这几个可以先抢啊，还有那个了玻璃瓶，嗯，对啊，可是他们都离还蛮远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好，嗯，蓝队还没好。以一条线来说的话，应该是左边第二个直的，左边第二个直的。画框糖珍珠郭富跟，我想的是那个，欸，火药粉糖跟绿色燃料花瓣料哦，哦，那一条我没看到横的，啊，好啊，那条好像也蛮正有先做嘛，可以，可是前提是我要先抢到砂糖跟花盆，没有独占吧？没有没有独占啊，欸，对，没有独占，啊，所以对啊，这一次就暖身啊，随便做，那，就是苦力怕是关键了，还有那个啦，啊，绿色如果没有仙人掌的话，对啊。啊，都不用讲了，冰果就是一个考验运气的时候啦。对啊，还有手速的时候。对，还有手速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有有，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去问一下。他干嘛？他应该要问要开始嘛？我觉得其实直接按下去就好了。我可以偷偷按吗？我想直接按下去。好了，按下去啦！哎呀，可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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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！哦，我觉得大家都在这吗？我们的场地有点 GG 的感觉。该不会是三木林吧？三木林，对。干喊！最难的。我们要换哪一行呢？没有三木素描。哇，那这样我们有啊，有羊毛啦。哦。可以说画框。好了，我顺便做彩，我顺便装彩，欸。可是他那不是画框，那个是畫啊，展示框牛皮 啊， 啊，真的是吼。把你踹下去。好诶，欸，谢谢哦。蘑菇，哇，我飞好高哦！哇，团团会，我们可以先做到蘑菇，就是，啊，哦，没有海水，等下有香菇长在树上是正常的吗？正常啊，正常正常。我在偷偷往前走，我看到水了，可是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那个。谁打种子下来啊？我啊。我可以先打蘑菇哈，好好打。他那个开始重新开始的时候不会收。那个，哦，身上的东西不会啊，没有我吸不到啊，我可以打吸不到，可是你待我下去，你就会吸到它哦。因为我有一次跟凡西玩，就是这样弄到莫囊，干真的，我那时候打到半死，结果他马上打掉。哎，欸，旁边有鸡耶，欸，等鸡干好像不需要它哎，欸，有啊，生蛋的鸡有啊，南瓜啊有啊有啊，那个南瓜，可是我们会弄到那一行吗？就感觉三，感觉三木有南瓜，要糖南瓜鸡蛋。可他那一行不好弄，然后他地没事，对不起。哎，你我被传上来了吗？哎，欸，在偷跑？没有，我们刚没有偷跑，没有跑，都回来了。我们都没有跑，我们是跳，我们是原地，原地好不好？啊，怎么那么快？他们的糖吗？村庄，村庄，去啊去啊！快快快！不要靠你啊！不要靠你啊！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在村庄可以搞定的？如果你有铁找得到铁锭的话，就很好。对，村庄吗？打火机，有铁的话啦。对啦，要首先是先要有铁啦。为什么没有铁匠铺？你在哪里？搞得我好紧张。超怕，不是吧？这个太穷了吧？这个村庄。哦，喵哈，你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哦，而且还里面有一堆绿色的农，那个绿色的村民，欸，一堆智障吗？超无用的，对，超无用智障。欸，有牛。欸，好，先做蘑菇汤哦。好，你做你做，我在洞穴旁边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啊，哦，可恶，每次开台就卡痰。老痰，对啊，都老了，以前都不会，现在都会，真的。哎，可是没录影就正常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没心理压力，录可录影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心理压力多大了。
自己在那边讲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牛啊，牛牛咧，牛牛。哦，我这边有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我只看到一只牛？啊、牛，牛就是有皮革。嗯。它只掉肉。有，我现在有挖到六个、哦。有一个皮革。我找到鸡了。六个铁锭，最好是给我下蛋。我看到那个甘蔗了，最好是给我下蛋哦！你不下蛋，我就杀了你哦！哇！你就算你下蛋，我还是想杀了你。哦，第二个，为什么？我们六个铁锭要做什么、啊？刚刚那个是人造的下蛋声音吗？我啊，对啊，我就想说这个音效也太大声了。六个铁锭能干嘛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对啊，打火机吗？展示框搞定。好、哦，好，这里洞穴超烂，就是六个铁锭而已，什么都没有。咦，快下蛋！嗯，不想。我去拿甘蔗。好。好。猪猪猪哇！啊，对吼。嗯，没有烧玻璃。哎，对啊，喵，它里面没有书柜啊。村庄里啊，对啊，我游开来，我等一下回去看，我先看到甘蔗。你如果有，因为它甘蔗在另外一头，哇，羊驼哎，打有了，有用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对，已经有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啊，如果有书柜的话，我们的书就解决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不急，那个不会跑掉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哎、欸、咻，哎、欸，我差点烧错。好、啊，糖搞定。我看一下哦，六个铁锭的话，我做、嗯，我做箱子、啊，我做那个漏斗好了，是做漏斗。你不先做个铁镐吗？哎、欸，应该还好啦，因为我现在都在地表。好。哦，有。哇，妹子 ，biu biu biu， 我是找到深怪砖是不是、啊？很怕、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要下去探险一下？嗯。它山木这边另外，如果你们。开小船的话，可以直接开到有那个一般那个那叫什么苹果树区的那一块。哦，好。其实我现在这边就有苹果树区，还有雪地。哦，嗯，雪听起来都很贫乏。对，没有什么资源。哎呦，要小贵哦。怎么都是那种小村？要小贵哟、哦。哎呦，那也这么的强啊！哎呦。真正是都不知道怎么说的呢。好，我要去找别的洞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村庄真的不是普通的穷哎、欸。他连书柜都没有吗？也太烂了吧！果然是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你那边是绿色村庄，怎么可能会有书柜嘞？还有分哦、喔？没有啦，我猜的啦。要还是稍微看一下啊。然后那边都智障吗？他有一个，他唯一最大的建筑物叫做教堂。好啦，我做盆栽咯，不是盆栽啊。我确定这真的是一个穷村庄。玻璃瓶。OK， 我现在在想办法刷地，是刷地，刷到了碎石。有打火石做了。好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有人繁星，有人说有你当队友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会啦，运气那么差怎么赢？可以，可是你要想想看，有喵哈在这里哦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他万一不小心喷给我武器怎么办？我先去拿武器给那个繁星喽。哇，哇，是先做到几个就赢啊？一个线啊，一条线啊，一条线。没有，他没有独占，除了一条线，我记得不是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插那个火药跟绿色史莱姆的那个就可以连线了。绿色史莱姆。不是啊，那个燃料了，因为它是史莱姆、火药，火药，火药！你最好给我掉火药哦，你这苦力怕。我去找仙人掌。哇塞！哇塞！她不愧是冰果王加女王啊！哎呀！我乱杀了，可恶！去死吧！害我输，害我输！你这臭羊不会下蛋，去死吧！太快了，上去吧！走吧，走吧。王果然不一样，真不愧是你们。
好猛哦、喔！一个都没有做，福利怕太快了吧？给点游戏体验呐、啊！快游戏体验，那是影月打的影月，两个快游戏体验。我想说，我想说这边铁超多，应该可以再把第二排直接玩完。我们还很开心在大草原上奔跑哎、欸。我们出生的地方超惨的哎、欸，我们在那个一个白，要等到晚上才会分胜负，想不到影院这么快就结束了。真的，他走到洞窟就打一打就有了。我等到洞窟里面就打完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张地图太简单了，我们应该要挑有难度一点的。对，有难度一点的。哎、欸，等我两分钟，你们播个广告。五分钟哎、欸，两分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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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可以。我的广告没有啊，我没有广告可以播。哎、欸，这张地图好像蛮难的哦。这一张好像比较有难度，对不对？嗯，要找一定要找到神怪砖或者是分钟是吧？哇，它还有两种树木哦。哎、欸，最左上角是用剪刀剪的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啊，这个有挑战性啊，还不错。